Wang Yidi is brilliant in Budapest. 我觉得今天整体来说打得挺好吧，可能自己就是主要是在场上拼得多嘛，可能没什么包袱，只能上去放开就打，感觉还行。昨天怎么备战的呀？昨天因为毕竟自己输得多嘛，可能更多的想的是，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先多赢两局，把比分咬住。所以今天整体一上来感觉就还凑合了。可能就是在场上忍住了，没有说是像之前一样吧，可能我不管领先还是落后吧，可能有一些着急吧，因为今天在第五局的时候也有两个半高也是没有打上，所以当时在场上可能就让自己想的是稍微慢一点，别太着急，别想着一两下就弄死。可能因为可能我觉得也是因为经历第一场跟徐浩源的比赛吧，因为就是落后很多咬回来，可能那就是比赛的感觉加上信心上可能相对来说会足一些吧。下一个比赛因为就是下一个比赛对手可能比较强吧，所以自己也是希望能够在场上发挥出自己的水平，一场一场拼吧。看着了，看到了。第一轮对谁？田云伟，田志熙。所以也希望自己能够在场上发挥出水平吧，慢慢打，别着急。